小朋友们精神抖擞，扛着神轿出场，还有熊赞跟欧熊在旁边吆喝，与新北投温泉吉祥物乌娃娃一块儿为2017台北温泉季站台，以泼汤祈福文化庆典为主题的台北温泉季，邀请大家来北投享受有台湾第一泉之称的精粹。就好像今天的主题，我们要泼汤文化，泼汤来祝福北投。在明年的10月，我跟各位讲，绝对是一个国际级的观光城市。我把这两个公园把它结合起来，甚至于中心新村，甚至于梅园，甚至于凯达格兰馆，未来原住民在那边表演，甚至于22号公园整合起来，变成一个北投生态博物园区，不是只有去泡汤而已。未来我们去那边文化，享受一些历史。包括浴衣设计、纳卡西歌唱比赛、明华园瓜戏、来自日本指宿式的夏威夷草裙舞都将盛大登场。另外，食材高档、展现经典特色的酒家菜、泡汤住宿券买一送一都等着民众来体验。今年的活动呢，我们有一个这个叫做会马，好、哦，这会马，那这会马上面呢要写上你的祈福的这个心愿。很多老师说啊，愿有多大，量就有多大。所以要有强烈的心愿，就会有强烈的能量。迈入第16年的北投温泉季，将在10月19号起，一连5天在新北投捷运站七星街登场。主办单位台北市温泉协会邀请国内外的游客畅游新北投，感受年度温泉盛典的洗礼。记者谷灿勇采访报道。